壮壮，电话。你帮我接一下吧，我现在没空。我觉得壮壮变了，你还是多注意一下吧。骚扰电话，我去接。什么？陌生人电话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说，不行，你得主动出击，我马上带你回家找他。你凭什么这么对他？哎，你别打！哎，玉莲儿。耳机里的情歌装听不懂，直到离求婚还有7天。经理，下周我想请2天假去筹备求婚，这周我可不可以多加2天班？要加班，晚点回。定制完成后我就过来取。喂，你好。您的第二钻戒定制好了，请问什么时候方便过来拿？哦，我过两天就过来拿。今年是我们在一起的3年，我们吵过闹过，但从没想过离开过彼此。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，我就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想要守护的人。我想用这枚第二钻戒向你承诺，我会用一生去爱你，把你娶回家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我每天都盼望的事情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嗯。这段时间演戏可把我累坏了。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演戏了呀？啊？我觉得壮壮变了，你还是多注意一下吧。我们在一起这么久，我相信他。惊喜又没成功。不过我现在很幸福，有你，还有第二，我很满足。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过了热恋期都会变，但很庆幸我的那个男孩从未改变。